终于有幸跟你遇上了，谁不认识你啊？好像全世界都很关注你啊。对付他很有备赛吗？你不要小看他呀，他已经追上来了。啊，今天对，就认识那个时光。对对，现在谁占优势？哈喽啊！我输了。承认。没想到在这第一场遇到你了，可惜啊，也不代表咱俩。 别说了，好像我怕你一样，没走背景。上次答应我认真考虑去见时光的事，你想好了吗？过不了多长时间，我们就能碰。我知道，可是你想碰到我还是很……我是主教。爸，刚刚时光来找过您吗？对，他跟您聊什么了吗？没事。行了，你只在乎时光的场合，对吧？他呢？ 我是问时光他发挥的怎么样？刚刚那盘棋你从头到尾看完时光下的了？你不是不关心时光的事儿吗？也是来看那小家伙的比赛的吧？果然让我猜中了。你让，马上比赛就要碰到，你就……我现在每天都在进步，高跑哪天就超过你了。你还是跟以前一样，死不量力。I'm ready. 应该知道明天你对上的是我，对吧？他压根儿就不在乎我的对手是谁。他骗你啊！你也知道他很在意你。合同已经给他了。给谁了？时光，不是你哭着喊着要走吗？我没有哭着喊着，我只是实话实说。又有新队员来了。嗯，您来快了。欢迎你加入。 我是没对齐，我不行，尤其是你，什么意思？发现你这个人啊，我说怎么这么迟钝？我怎么迟了？你应该也把他当做对手了吧？嗯，我一直都在追赶他。时光最后那局棋赢得很危险，不好意思，这是我跟他的事，与你无关。 于老师，说话问你呢。VIP buff， 你往前走走，自己就能看到了。头一遍不说，真急人。这有什么难的？来来，挑一个，挑一个。你白痴啊你！他自己会扶上来还是怎么着啊？你来拽着点我，拽着点我。